所以说我们刚刚抽完一番上了，发现这旁边就有两台北美的娃娃机，而且我觉得玩具店前面娃娃机应该都调和很好。对，只是他这边本来就不是。只是他没有对比机啊，所以我们跟老板直接拿一千块换钱，直接拿钱箱，因为他没有对比机，因为这一定很好，一百块，不用，好，我决定，哎呦，没问题啊 ，OK， 去自放我窝机，然后我虐爆他，夹爆他，夹爆他，夹爆他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局势也太甜了，这个感觉我不说，人家还以为我觉得你直接捏爆，搞不好人家还以为是我放的，是啊是啊，他一来就长这样。好呀，我们就先从左边那个开始。哇哇，感觉一夹就会出了。要把它缩大一点。不用看，它慢一点收的。好哟，应该它自己调的吧？有玄机哦。出了，哎呦，我觉得会出。什么？站住！进来坐。哎，我跟大家讲，这真的是一来就长这样。对，这样。哦，不要说他问我讲，他问我放没有。对他真的没有，他之前就这样放。而且他刚刚本来说要撤掉啊，他说。说娃玩具店放娃娃机很特别，确实有点奇怪。所以他本来想撤，结果我们刚好经过，就想坐玩一下。他这样想坐，来捧场，结果发现这里有。他今天这样被你一玩，他可能真的要撤。你看，我没丢啊！我就说嘛，玩具店放娃娃机，他应该不太会跳，因为他本业不是做娃娃机。夹烂他！夹烂他！出了啦！完了，包住了。这盒真的超尴尬，不过一般的台应该早就爆掉了。哇，这个角度变得不好调了，这角度我想出来，先直接这样讲。欸，我讲真的哦，但我会想要去那个玩具店夹娃娃机，真的，如果都这么好夹的话，跑到前面去了，直接这样抽起来，除非老板本业是娃娃机，那就会夹不出来，对，再抽起来，我靠，好成这样，他的角度因为。爪裂的关系，可能要看看。这个这样子啊，凑起来，现在都比较尴尬，比较远。哦，等一下问他那一番的关系是什么？好，问一下。还需要数位啊？机会，但是还不够啊，机会还没到。拔起来呀！有机会了。虐爆哎、欸！我觉得他被你虐爆。正强，又买了，出来。他被你虐爆啊！史上夹最多公仔，真的，都那么夹。现在感觉位置有点变少。夹这个，夹这个。等下。哇！我比较好奇的一番场面。不平啊，这组。不平的。怎么办？要夹那个底板。哦，有点空哎。空了反而不好夹。怎么办？还要夹吗？因为现在空了。还是我们先问一番赏公仔有什么？我们先问一番赏公仔。太狠了。没问题。快到了。对，就是这五个精品。可以换什么？可以换什么？可以赏区的任何一只公仔都可以。哦，这边都可以啊。包括这个吗？还是没有。那一番赏公仔。就这边嘛。好，了解。哎，我要进柜收钱。我没事就一直来打这个。但其实很少人会老是打啊，就是上熟客会很没有、啊，因为就玩具店放娃娃机很特别。好、哦，知道吗？因为我自己爱玩，可是我不会打，然后我也不会跳，我就看得出来，收牌就怎么样，我就没东西。因为刚刚有些名，我们那样夹会爆丢，我觉得他没有丢，他还丢出来。没错。刚刚没中，然后从这里回来， yeah. 就从这边了。注意他，注意他。开始你要需要。来，好，
机会来了。不知道他在小心讲不讲？哎，叶，等一下，我把这讲。他就讲了，对，我帮我打到你。天降奇迹。还有要吃吗？要吃吗？你什么时候会补？哎，要补吗？打，转车。应该。好，脚我弯了。300块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已经快没了，快没了，真的吗？快没了，1000块快没了，1000块快没了，1000块快没了，好，快没了，花椒，好好，加爆它，就2块而已啊，就加2块，这4只是可以换那个，很开心那个超大的，等下在哪里啊？我没拿来，哦，好好，真的中了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多大，我不知道长怎样，不用，好，你找一下图片。他说这4只也换巨无霸大王吗？对 ，OK， 有目标了，这里怎么是上不下来的？或者要抓得很紧的那种，不能顶到。对啊，你一直顶到。我抓个位置，绕过去这样，夹起来。哦，有了。抓起来。好，对，换他那个大旗，全出来了，没问题吧？但是前面那个小孩可能比较麻烦，我感觉到他在流血，我被他流汗，下去，哎呀，好，这个手到擒来，我被丢了，哎，我比较正常，我比较正常。阿娃娃本来要去捏宝，公仔要一直牵拉阿娃娃捏宝。捏尾巴，抓住了，好的，还是没问题吧？小心动一下。抓住，好重。哇，这个好重。三爪夹洞的，我这样没有用啊，还是要放掉，還是要放掉。反正夹公仔比较简单。对啊，真的。最后看能不能再拼几个公仔，我不好意思叫你在那看奇怪。放弃了。放弃。哎呦，真难。觉得公仔比较公仔比较简单。这个也是来的，这样讲的。好。啊、来，公仔就简单。怎么去了？来了，抓出来了。这个把它捞出来。捞出来。感谢。哇，这个捞不动，真的快没钱了。你看，看到杯底。再夹个一只出来吧，看能不能使用倒爪，就是你这堆钱再夹个一只。100块左右。你再加一只才有赚啊！你没有再加一只就没赚。就是平手。就平手，本来有赚变平手。啊！被你玩到变平手。被我花去在娃娃台上啊！哇！好大的。没了。怎么办？看有一点没机会了。完蛋了！回去了，只少在一只啊！没机会了，你就赚那一只。拜托了，立起来！要被你玩坏，完蛋了，是快坏掉了。我觉得它会坏掉。没事没事，立起来，立起来。好，这个有机会，这个有机会。
你起来，没机会了，剩30块。是你要的吗？60块，还怎么跳去了？20块不可能的啦。就是看能不能一发10块。坏掉了，被你玩坏了。20块没有，坏掉啊，自己留着。留着留着。坏掉了，啊，变平手了，来燕燕。哇，1000块最多是夹这些，夹了5盒公仔跟2只娃娃。可以吧？我觉得是等他补满的时候来讲。好。然后我们就是先去旁边捞的，然后再回来。先去旁边捡捞的，我一定把1000块花完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结尾。玩起来就是会跟外面玩娃娃机感觉不一样。要不要抽个奖？把那两只抽掉。把那两只娃娃抽掉。可以啊。那就这2只抽给你们了。这么难得这么久没拍娃娃机，抽个奖给大家。对啊，在下面自己留什么随便的话，就抽给大家。随便话，等一下，别人就一排燕子娃娃变胖了。就抽他。我们都是做大度，对不对？大度。就抽他。是这样的、啊。我们想来这里玩的地址帮你送给完，然后我们有拍一间店家，走一家板桥，不要放在这边，自己加入。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